看着还是有点晃，还是有点晃。嗯，看着小手多白。爸爸。啊？俺今个来混饭了。你还来混饭的？接着说，老头，你拿的啥呀？奶。咦。给他自来点少的。那啥一碗人一片了？包里装的，包吃的。也喝呀。你光给恁姐上来吃的，你给老上的啥呀？哦，老给老了。咦，好。走吧，走回家。你这小孩真是一天一个样，这几天不见又吃胖了。吃胖了？还给我笑嘞。这看着也不老晃了哈。嗯。这三只都太不晃。啊。这屋里可能咱那屋里光线不老晃。可不，可得拿着他的家伙嘞。拿着家伙上地晒晒去。上那弄啥嘞？跟他妹妹散着嘞。专门晒那妹妹的。哎呀，绕着眼呢，你看他眉头皱的，就这让他皱，看着还是有点晃。嗯，看着小手多白。哎呀，凑凑了放心些呀，这都快满月了，还没给小妮儿起好名呢，还没想好呢，俺爸还给他起了个名儿。你还给他起个名儿啊？哎，我给他起个名儿叫个钱新朵。钱新朵，朵朵呀！那时候还晒黑了嘞。啥呀？这是专门晒黄疸的。你看他姊妹仨越长越像了。那你俩也过来来，看看那仨长得像不像？过来，站一桌。看，这是老大，这是老二，这是老三，看长得像不像？你老三就是没睁开眼。白的怪跟那晒的，嗯，晒是红白色儿，那是黑黄。哎，那黑黄。你看，瞧那个，哎呀，这么大了，你看眼睛多大嘛？那要你们带着小妮儿去测测黄疸，他们是给他顶上补上去了，看着还黄。那反正看习惯了，看着不黄。哈哈，看习惯了不黄，黄黑黄。哎，那晒晒。现在手机弱点还是黄。嗯，晒晒有点发白了。一个，一个，一个。